主料韭菜200克，鱿鱼25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精盐、姜蒜、八角、花椒、料酒、老抽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将洗好的韭菜、鱿鱼上处理干净，清洗好，然后将鱿鱼切成花刀，装盘。鱿鱼放入开水中焯一下，锅中入油，爆香姜、蒜，倒入鱿鱼，倒入花椒、八角、桂、老抽、料酒、盐、生抽煸炒九成熟，然后下入韭菜，将韭菜快速煸炒装盘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